香港艺人草蜢九号下午在香港红馆彩排，却遭遇舞台坍塌意外，两名成员蔡依智和蔡依杰因此受伤。虽然两人都及时对外报平安，表示自己没有大碍，但舞台上的危险意外早就不是第一次发生。深圳演唱会上 ，Hebe 跌落升降台，幸好没有大碍。歌手叮当也曾因裙子太长，直接跌到舞台上 1.5 公尺高的机关洞里。我当下我的脑子里面就是觉得我要拿着麦克风。而范玮琪在香港开唱时意外一脚踩空跌下台，动弹不得，只能被工作人员抱出场，让粉丝们全都吓坏了。1993年，香港乐团 Beyond 主唱黄家驹在日本节目录影中，从三公尺高的布景上意外摔下，不幸丧生。时至今日，仍是华语乐坛的一大遗憾。演唱会舞台意外频传，艺人追求完美、搏命演出的同时，安全至上才是所有粉丝心中最在意的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